来，我看一下刚刚同学，你看你们教材没有太多人看呢，没有哈，还没有太多人看，没有关系，反正已经有同学的名单进来了，38位，应该是这个是我的，所以下面这些有没有？这位同学说，万一不小心抽到你，你就错过机会了。来，抽一个。啊，你不知道可以随时抽人哦。啊，自家。自家在哪里？我问一下。啊，那有没有马上精神都来了？来，我问一下，请问要怎么新增新的投影片？在哪里？插入，你旁边的军师告诉你插入在哪里，好像没有看到，有没有？怎么办？他骗了你。不要弄图片，新建，新建是开一个新的呢，你骗我？你不能骗我啊！来，啊？文件哦，文件不是，不是文件啊！你们都不知道上课的情形长什么样子哦？你不知道你自己已经上电视了吗？真的哦，哎，有照到的可以挥挥手啊！好，来，弟妹，自家，请问。有找到吗？还没哦，来来，自家来前面一下，来来，还不知道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，我给你，给你按开始。哦，这样你就不能怪我了哈，对不对？维林在哪里？来，请问我们这个要怎么样新增投影片？你觉得呢？左上角这里，这里吗？没有错，这是标准方法哈、哦。来来来，接着赏你，给你给你来。哎，你不好意思拿哟、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啊，这个还不错啊，这个还不错啊，这个8G的哦，八 G 的哦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哦。哦，你不好意思离开哦。好好，来，刚刚讲的是标准的方法没有错，但是有没有别的方法？还有哦，还有哦。但是我先把标准方法跟你讲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上面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上面这里有分4种？也就是说，你上面看到这个图，预设是不可见真。为什么不可见真？因为他都不想见真。就是不好意思出来让人家看到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所以呢，我先用标准的给你看，矩形的。有没有发现上面这个图会不一样？你把它按一下。哎，他就问你一件事情哦，请问你要用哪一种的？我问一下，你们 PowerPoint 有没有学过一个东西叫做母片？我发音不标准，再一次。欢永夏，你们有没有学过母片？哇，好像有哈。请问母片只有一片，还是可以很多片？很多片，一片。母片只能有一片，只能两片，可以有多重母片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简报里面是可以这样子的哦，所以呢。你在用这个范本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有这些所谓的类似母片的概念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的是哪一种，你可以直接点。但是如果你都不要这个，可不可以用空白的？可以。可以。如果你都不要，你就选这个空白的。好，所以我先用空白的给你看。请问有没有多一张出来？哇。左手边，这样有没有看到了？哇。所以你进来之后呢，它会自动找一个位置放进来。你看我往后退，往后退，有没有它放在这个位置？对。今天你不喜欢的话，点到它，你可以移到别的地方。你可以移到别的地方，有没有就移过来了？那你点过来，
点到这里，他还是会回去，有没有发现我们就可以蹲印到很里面去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了解那个概念的？那这个就是我们用 Focus Guide 的一个好处，它就是心智图。虽然你放得很大，但是呢，你在里面的这些图、这些文，假设你文字本身，比如说我在这边，我增加一个文字，一样记得有没有这个？但是你注意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用过什么？是不是用过一个这个了？对。有没有注意到它有打勾？哇。有打勾的表示这个字体它已经处理好了，所以不会在那里等很久，就直接就可以用了哦。好，所以我就选这个咯。好，现在选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来这边。插入第一个。那字要变大怎么办？就那边上面有个大大大大大。对呀、啊，那个变大有没有？字要大宽一点，是不是这样拉开就可以了？这样拉开就可以了哈。所以你可以像这样，那所以虽然我在这边看的时候很小很小，甚至看不到它，但是点进来有没有自动就变得很大？哇，这样有感觉了哈。那因为我们刚刚是在第一章的下这边按下这个，所以自然它就插在它的后面嘛。所以你今天想要放哪里就按着，就丢到哪边都可以。那么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是，我们常常不见得会喜欢有外面有一个框框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外面有一个框框？哇！你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直接变成什么不可见真。哦，也就是说，他把这个框框拿掉。当然，我可不可以替换一下？对啊，你也可以替换一下哈、哦。那你看，我们的矩形事实上也有很多种啦，只是这个是内建的，也没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矩形。但是以我们现在这个范本来讲，其实水墨画的事实上就不要加太多，效果会比较好。好、哦，效果会比较好。所以如果不喜欢的，你可以把它删掉，你重新再加一个也可以。这样有没有清楚了？哇！然后你看有没有很多哈？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不喜欢丢掉，这里就不见了。好，这就不见了哈。那你可以重新再插入一个，你就选择不可见真，加一样的加进来，有没有？这样看起来好像外面有个框，可是实际上真正我们在看的时候是没有的。你看我们预览一下，有没有发现这里空空的？不会看到那个哈。那这个呢是我们标准的方法哦，标准的方法。好，讲完了，这样 OK 的。那我们来看什么是不标准的方法。哦，那这一段我先到这边停。